那个是因为信主了吗？真的都是信主、啊。之前没有信主，谁带着你去？啊，谁带着我、啊？当我觉得任何人想认识主的时候，他会放你需要的人在你旁边，去认识，多认识。嗯、对啊，嗯，那你认识主就是2007年开始，还是说之前你已经信？之前我信，可是我不是说很没有进入，对，没有很虔诚的去，就好像就是啊，每个礼拜要去那个也没有，就是你也不做礼拜，那时候没去，哎，烟都戒、啊，那更棒，为了这部戏抽，哦、真的哦，戏里面是要抽的。鹏哥，你小时候抽烟哦？我小时候对啊，他不是演你小时候吗？我在戏他抽烟，不是你小时候也在抽？我民国61年学抽烟，对，哦，然后他里面为了这部戏牺牲真的蛮大的，抽到吐，嗯，真的反胃，真的吸进去。我4岁的时候你就抽烟呢，你知道很伟大吗？假抽很明显，对，所以你看假抽一看就会抽烟的人一看会破坏那个感觉，烟吐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哎，那你很厉害，戏杀青了也没有烟瘾，对不对？讲老实话，我偶尔会突然想，还是会想要抽。抽一下。对啊，那个烟瘾真的很难戒。鹏哥，对啊，他那场戏就是抽，还没好，其实还没好，换镜位，他就趴在那边，开始冒冷汗。我说啊，对啊，我说快点，我们男主角大概累了，让他早一点休息。嗯，我说你还好吗？他怎么了？快 ，OK， 咔，他跑掉了。对。我就去厕所，然后去吐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太抽太多会吐，太快会反胃，太快。对啊，那个情绪需要快。对啊，不能带，不能帮他买一点那比较淡的烟。他抽我的啊，你抽的是我0.4而已没。0.1啊，0.1好一点。0.1没味道。可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应该像是刚学抽烟的时候那种，会这样子，已经很会。没有他，因为他还有剧情嘛，对剧情。因为我以前有抽过烟，我以前有抽烟呢，特别。学校退学嘛，然后在外面，爸爸妈妈又来学校。在讲太多剧情啊！被打，不会宣传呐、啊？不讲一点剧情了、啊，关键的剧情不用讲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对？那哦，这样就剩下的就不能看了啊！对对对，让你们知道有谁演啊！不好意思，这怎么可以让你们知道机密啊？哦，这个戏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？真的是讲台语的部分，讲台语还是台语？那你的投球姿势呢？对啊，投球姿势好像因为旁边都有人，那个黄敏瑶，大概他真的，以前我们在拍那个电视的，你是讲棒球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是一大早起来，然后黄敏瑶就带着他们开始做动作，然后教他们怎么做，然后其实像几个点投手的，他就会教旁边来看他们投。可这种啊，他就是要一直投，你那个姿势才慢慢出来。你没有说什么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样就可以，没有办法，他就一直在那边投啊。可是你不用太用力啦，你只要把姿势做出来就好了。那你就一直练嘛，就一直练。他有点小尴尬是，他原来是左手，那你说的时候是右手一直都是右手，可是他是右投啊，对，侧投啊，侧投的。然后里面我们在拍戏之前，我带他去看打击动作，可是左打又比较漂亮。哦，你这样打比较漂亮，对，变成是要右投左打，那很酷哎，那直棒大家抢着要哎。啊，所以他演他的国中的就被迫要让他练左打，哇塞，配合长大的他。哦，那国中恨死，国中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，有一个小朋友演的，国中现在在气，你知道吴建豪随便变成投球，他这样打的，全打的，现在在气。你们有测过那个球速吗？啊，没有，不用测了，不用测 ，OK 吗？大概80几，80，我都不用测了，那不用测了，不用测哦。你最快球速是？你说我现在吗？还是年轻的时候？最猛的，最厉害的，生涯最快。140超过，回来了。年轻的时候140，年轻的时候有140，打不到，一般人打不到。现在差不多多少？现在剩110，110，百一很厉害的。有开过刀吗？对啊，我们过80就打不到了。你还没有80岁啊？没有，我们说我们过时速过球速过80，过80，随便都80哎，你随便这样投出去都80哎。不啦，我们没有了，没要真正投了。没有，那个打几场最低90嘛。就是啊，对不对？打到我们就有点要短打，先瞄。那个我们就有一点点那个，60几。不过说到打几场，我一个朋友出一个很大的笑话。哎，请说。因为一般打几场不都是一边嘛？对。那他一定会有一个是两边的，对，有两边，又让另外一边左打也可以。他就走进那一间，他说：“哎，怎么变这么大？”他就站在水面板上，就站。
看球见。潘水，你怎么打我？我们快笑死了。哎，他说那一天拍打击场，对这个人呢，他也被打到，他被打击中肚子啊，太。为什么不击中脸？我很奇怪，脸没脸没差啊！哦，对，没差，打到肚子，就他躺下去又怎么了？打到怎么可能打到肚子？是一百，他就是他就打完之后看球怎么会是奇怪？就是自动发球机嘛，哎，人呢、啊？哎，看脸就知道，真的，哇塞，真是够了。好，这一部电影在11月30号。就会正式在全省上映，所有热爱棒球的，喜欢棒球的，甚至于不太懂棒球的，都希望你们能够进电影院看，因为呢，这个是一个属于台湾的一个，台湾我们这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故事，大家看一定很有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碰过呕心沥血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大愿望终于达成了哈。那个看看碰过小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多好，对不对？是，然后里面有这么多我们的职棒球员这么一起啊参与，对，参与真的是这个棒球界的盛事。在这边我还是要希望啊，这个球团能够这个顺顺利利的。然后呢，有一个球团希望那个有志人士赶快出面，碰哥把他接下来吧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多企业赞助你，你当个召集人嘛，是吧？尽力，对不对？希望第四队就是蹦恰恰队，恰恰队。我说真的啦，就大家能够都尽一份力气啊，就是让这个职棒能够永续经营下去。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对，啊，更重要的是祝碰火这部戏票房长虹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各位参加，我们谢谢。